大家好，今天推荐湖区豪宅，这是四房3.5浴啊，它写的是4浴，但是有一个是半浴，3车库，1990年建的房子，但是是前几年全部重新装修的。我认识他那届的业主，他重新装修的，很漂亮，很奢华，走的是那种奢华路线。这个房子是3935尺，但是地超级大，10000多尺，外边看也豪宅，里边看也豪宅，后院也很好，带泳池 SPA 的，好高啊，20多尺。你看这个门，铁门工艺，开价138万5千。铁门社区就在区号89128，紧挨着沙木林。然后这个小区是整个这个社区有会所的，会所里有什么沙滩白酒啊、泳池啊这些。小区一出大门口，往左拐就是湖区的各种饭店啊、法式餐厅啊、咖啡馆啊、美式牛排呀、可以坐在湖边边吃边看湖上的小船啊、鸭子啊，就很浪漫，一点也不像沙漠。有湖的，你想想，它是5条湖，有的房子就在湖边，有自己家小船的。这个房子是在湖边的社区，但是这个房子在中间，它不靠湖，它跟湖隔了一排，好像是。在湖边可能还会有点蚊子哦。Anyway， 往左拐不是湖区吗？这些饭店啊什么的，往右拐就是湖。小区就在湖中央，哦，那感觉也不像是住在沙漠，好像住在你们那些靠海靠湖的城市吧。好大好高房子，1楼呢是3个客卧，都带自己的衣帽间，然后2.5个卫生间，全部都装修升级的很华丽。2楼是主卧，主卧超级大，有阳台的，可以看后院的景色，邻居我看也能看到一些。你看的冰箱超级大，都是私人定制的。它这个炉头好像是电的，有兴趣我可以去确认一下啊，应该是电的，平板的嘛。台面都很漂亮，色系搭配的，像就很华丽的样子，就像大理石啊、地面啊、台面啊什么的，走这种奢华路线的，反正很大气。我进去的时候有3个看房的，我看开的车呀、着装都是那种散发着有钱人的气息，然后一个劲儿在那说：“哦，漂亮，这个好，不啦不啦不啦。”很感兴趣的样子。这个湖区 location 可好啊，可不是是 Lake Las Vegas， 去个赌场大道中心要35分钟，这里到赌场大道中心可能20分钟左右吧， Costco 15分钟，大医院什么都有，离沙木林就是紧挨着嘛，离中心也就10几分钟这样子，那边边就紧挨着了。很多人住在这里，他也说他住在萨姆林。但是这个区相当好啊，人家也是 master plan， 环境很优美，跟萨姆林长得一样。老实讲，他还多个湖，萨姆林还没湖。你看小孩子的房间，客房都这么大，房子大吗？就哪哪都大喽。如果有兴趣呢，请跟我联系。这是我们公司的 listing， 我的同行关系挺不错的，他的 listing， 他的 open house， 他说 Amy 你过来拍一下嘛。嗯，我说好，
给大家看一看，这么大的房子要价138万5千，好像也不贵哦。你随便在三木林买个这么大的房子，二手的，哇，快到4000尺，可能要 double。喜欢吗？喜欢请跟我联系702-635-0787。这个房子 HOA 每个月啊，两个 HOA 加起来270块每个月，地税一年6947，外州的各位听一听啊，这个价，这么大的房，这样的房在你们州一年地税是多少？每年6947，记住啊。